我是來自 DFS 銅鑼灣希慎店的陳柏豪 Larry。 我的興趣就是除了行山和做運動之外，平時都喜歡聽歌、看書和看戲的。每一位旅客呢，他都會在自己的旅程裡面希望得到一些得著，或者希望得到一些很不同的體驗，令到自己日在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想回的時候呢，是會覺得啊很特別啊，或者覺得很難忘。其實我們都希望可以提供到這種服務給我們的客人。如果我要多謝一個人的話，我一定會多謝在兩年半之前給機會我在 DFS 工作的 Alice。 因為 Alice 她在這兩年半裡面，除了給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我，不論是在事業上或者是人際關係上面的一些寶貴意見，除此之外，其實她也都在我很需人支持的時候給了很多支持我，令到我在工作上面有很多動力。